好了没？还没。好了没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你好幼稚哦。又怎么样？反正我就喜欢你了。再去爱上原地自小孩子一样，都长出胡子，还不是一样？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他人又那么好，你干嘛不敢回他说？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比他更好啊。这个人哦，你机车又爱闹别扭，有时候比小学生还要幼稚，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一大堆，可是他虽然缺点很多，却有一颗很善良的心，对妈妈又孝顺，对自己喜欢的甜点又执着，在感情上面笨笨的有点挫，可是又可以让人家感受到一片真心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。真的那么喜欢？嗯，真的那么喜欢。那你会这么喜欢那个人，是不是因为他换了颗心脏的关系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你喜欢我也是这个原因啊。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你。因为上次印章盖太久失去效力，所以你今天才问这些问题啊。我听说好像把印章盖在这里效力会更久。哎，想得美。坐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跟你澄清一下。什么事？说到肌肉，我其实也有，我也觉得不输给那个 Marco 啊。不相信啊？来行动天桥干嘛？证明给你看啊！不用了啦，哎，不用。免费的幸福不吃啊！
夏天。